看到了，你小子玩懒啊，我喷死你丫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司机。你最多的一天吃了几次鸡呢？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鸡哥，我会从评论中抽取几位粉丝一起吃鸡。吃鸡的话就会送30元现金红包或者王者荣耀皮肤一个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前几天呢，有粉丝要求说，哎，老司机，你能不能挑战一下用喷子、手枪、平底锅等等这种奇葩的武器吃鸡呢？我觉得这位小粉丝的要求很过分，很合理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用喷子吃鸡。先说说咱们手里的这两把枪 SK12 和 S686。 SK12 连喷，容错率高，但是伤害相对来说低一点。另一把就是 S686， 伤害相对来说高一些，射程远一些，但是呢容错率低。如果说两发子弹都打出去没把敌人打死，那你基本就 GG 了。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，毕竟686面前众生平等嘛，没有什么是 S686 一枪打不死的，如果有那就两枪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到了决赛圈，现在就只剩下两个敌人了。喷子最难的时候就是打决赛圈，我们现在不在安全区，咱们先打个烟，开车进去看能不能压死一个。嘿嘿。哎呦，还有人打我！看到了，你小子玩懒啊！我喷死你丫的！哎，他们两个打起来了，哇，死了一个，太好了！咱们先扔个手雷吓唬吓唬他。这就吃鸡了啊，我喷了还没喷呢。如果你喜欢鸡哥的视频，麻烦给鸡哥点个赞再走吧，爱你哦。